肉等一下再看，你不要买任何吃的会瘦的东西。你买鸡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豆腐。你知道有出芋泥面包吗？真的吗？你们要不要来看芋泥面包？是芋泥奶油酥，里面的芋泥是咸的。好想吃哦！它是芋头控，这个也很好吃。上次里面好像有类似咸蛋黄的东西，而且真的会爆价，拿去微波炉加了。啊，我对那个大理石比较有兴趣，真的哦。依萍很饿的样子，真的。我想吃这超撑的，因为它真的很，它大概这么厚，然后你微波的时候要擦一擦，不然会熟不了。等一下，这一片鲑鱼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大到溢出了。有海参哎，那我去找我的意式鸡胸。这个腻哦，我很专情。我现在看到鸡肉，我就觉得，我看你才没有，开玩笑。多少人想要泡泡我？不要，泡泡泡的，真的超方便。鸡蛋糕也要买一个。是啊，那就蔬菜那里要。有几个啊？五个。那我也要买一个。我觉得真的整齐的落地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真的。我要买这个。你们进来是要买什么？哦，玉米笋，这边好冷哦，冷死我也。这里有卖羽衣甘蓝呢。你有那么健康？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健康？我超想要气炸这个的，每次看人家气炸这个都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它这有卖，我买。好，你买。天哪，一涵跟我们在一起，以前是吃汉堡，现在吃起羽衣甘蓝来了，整个就是不可思议。气炸它，请过去。我也要，帮我拿两罐。好笑哦，喊大家。你不要给我太多、啊，你不要吃过去。奶皮巴掌，豆腐一瓶，我们要做豆花用的，一瓶要一盒的豆腐，我买了，等一下我们也买太多东西了吧，好可怕的女人哦，刚还有人不要带袋子来，看你们怎么装。我也要一个，耶，没有尾巴的。哎、欸，你都是直接吃，你们都不喜欢有尾巴的。对啊。他们最近在执行低碳饮食，所以狂吃蛋白质。它里面几颗啊？16颗，一颗17块的温泉蛋，一颗是卖20几块。便利商店一包的，卖20块。你会弹琴？哎、欸，你看现场弹一首。一涵要表演，一涵要表演。有机的啊，这个冷冻菠菜的起司蛋白塔很低热量哦，这样好不好吃？才70卡而已，我学员有买说不错。哎、欸，冷冻的花椰菜米，可是我没办法接受，我只有办法吃真的米，因为吃完那个就很会让人家更想吃真的米。我超喜欢，而且它有这个口味耶！哎，怎么办？这个比较好吃，真的。
那它可以吃吗？支支吾吾一个人吃两片应该可以。这么大都一个人吃两片，哎、欸，要不要一起去？你说跟观众们一起去吗？一人两片，然后抽中了寄两片给你。礼方下方留言 tag 按赞分享。二月底抽奖，抽中了喜婷寄两片饼干给你，两片哦，为了避免大家变胖。这么厉害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爆米花，我之前躲在沙燕去吃的。我修完之后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哦呦，哦呦！找一涵修图的一张照片50块，我把他的 email 放在这边。我们24张是1740。哦，好 ，OK OK。买了好多东西哦，热热区，鼠哥，你看那个。没有红心啊，花花有插旗耶，真的好可爱哦！它跟你好搭哦，你要买一只送给姥姥，姥姥就不会觉得无聊了哦。好好吃哦，是因为没男友还是真男友？真男友，真男友，真男友，自己买哦。巧克力是很贵，是不是？意涵真男友，我不要，我一直有男友就会胖，我要好好减他。他之前80几公斤，现在60几而已。哎，是吧？是60几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温泉蛋、豆腐、杏仁蛋、羽衣甘蓝，耶、yeah ！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的食材就购买完毕了。我最喜欢的杏仁奶。还有虾仁，这个是不用剥尾巴的虾仁，然后我觉得要剥尾巴实在太麻烦了。吃不腻的意式鸡胸超好吃，还有洛梨，第一次买好吃多的洛梨，因为我觉得它看得比较新鲜。然后这个是细豆腐，热量很低哦。准备我的练后餐，这个是好事多的花椰菜，这是好事多的洛梨，这是好事多的意式鸡胸，然后这个是蛋，还有选一颗比较大颗的蒜头，这个是欧玛的面包，超重，我超期待这一款的。然后这个是豆苗，每一餐都记得一定要吃蔬菜，不然你一定会饿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制作。意式鸡胸已经熟了，但是我想稍微做一下调味，加入了增强抵抗力的姜黄粉，现在非常的需要，海盐、黑胡椒，用快煮锅大概5分钟就 OK 了。我超喜欢这一款欧玛的丝瓦冰丁可全麦面包，名字超长，它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很高纤维，所以吃下去血糖不会有震荡的感觉。我用气炸锅烤差不多3分钟。接着我要来做我超喜欢的 guacamole， 洛梨我很常不是切片，不然就是用这个做法来料理。把蒜头切成丁，然后泼一个新鲜的洛梨，超漂亮，好事多买的。然后呢，放上黑胡椒、柠檬汁，然后把它碾碎，再放上一些卡宴辣椒粉，还有海盐，就完成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今天想要吃炒蛋，所以打了一颗鸡蛋做成炒蛋。那材料就准备完全了，我们来摆盘吧。